是科目三，那这首歌要先会11个音，就是中央的 Do Re Mi So La Si， 然后高的 Do 是02，高的 Re 是2，那高 Mi 是这样，后面是半口，跟中间的 Mi 是一样的。那高 So 跟 So 一样，也是半口，还有高 La， 那后面也是半口，就高音的话就是半口。那首先我们第一小节要从第三拍开始，第一句是 Mi So Mi LaRe Mi， 来吹一次哦。第二句是 So Mi Re Do So Re。来一次，这次是从第三小节的第四拍开始。接下来是第五小节的休止符后面。那接下来第六小节的后面开始要有高音出现了，是 La Si Do So Mi， 这两个 So 跟 Mi 都是半孔的高音。接下来是第七小节后面 So Mi Re Do Re Si La。刚刚这是第一段，然后接下来从第十小节的第三拍开始，是La Si Do La Mi Re Do Re Mi Si La， 这里的 Mi 都是半孔的高音，来一次哦。接下来是第十二小节的最后一拍 La So La La Mi Re Do Re Mi Mi So Mi， 好，来一次。是记三个音比较好记，就是 La So La La Mi Re Do Re Mi Mi So Mi。 接下来是第十四小节的最后一拍，高的 Mi So La So Mi ReDo Re So Mi Mi Re La。
接下来是第16小节的最后一拍开始。啦嗦啦咪瑞西哆西啦尔，停。好，来吹一次。接下来是第18小节的第四拍，啦西哆哆哆啦瑞哆瑞。然后17、18、19。19小节的最后面，哆瑞咪咪咪嗦咪瑞咪。然后接下来20小节的后面，跟刚才讲的一样，拉西哆。哆哆啦瑞哆瑞哆瑞咪咪咪嗦咪瑞咪，一模一样。好，那我们连起来。接下来是第22小节的最后两个16分音符，咪嗦啦啦啦嗦嗦咪瑞哆瑞嗦嗦嗦哆啦嗦啦，来吹一次哦。是第24小节的最后两个音，下一句 ，so so la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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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do la。到这里大概就是全部了。那如果从第26小节的后面又跟前面一模一样，就是把最开头的再重复一次，来听一遍。所以是咪嗦咪啦啦哆西啦嗦嗦瑞咪嗦咪瑞哆嗦瑞咪。好，30小节的后面。咪嗦咪啦啦哆西啦西哆嗦咪，半孔的嗦，嗦咪瑞哆瑞西哆西啦。好，来一次。最后这一句跟前面是一模一样，差别只有倒数第2小节是西哆西啦。
们今天的科目三指定教学就到这边咯，拜拜。